快穿，快点，快点，快快加油！我裤子呢？早啊！还有我裤子呀，坐下把袜先穿上，袜子。来，这家急匆匆的，把袜子先穿上，不穿还把你落这了啊！我们走了，我没有袜子。你没穿袜子来呀？麻将局结束，现在我们要收拾收拾回家了。年前我可最后一次了，来这儿啊？再不来了呗，意思年前没时间了。高兴今天晚上去我家住，跟姐姐在一起。嗯。姐姐到了，我说，哎呀妈呀！我今天就能在这二姐后两天了，这咋又不走了？那我在这住，我搂着。你慢着点儿，你瞅他这出。不用，不用扶，你不走我怎么行？最重要的是打扫卫生。说香香啥？他说最重要的打扫卫生，你是不是得帮我打扫完再走啊？应该不是。怎么还应该不是呢？是不是你造来的？不是，姐知道的。我看你不应该你给我收拾。还挺会唠嗑，最重要的打扫卫生。应该不是。你刚提着鞋就往门口跑啊？看小姨都困了，张个大嘴。拜拜。这俩孩子先跑了。请进，夫人。欧蕾蕾，欧拉拉。你仨在这屋啊？你看在一起，好了，你看在一起。你看在一起，好了。咋了？论大小个就得你搂他俩，哎呀妈！快了，再努力一年。我跟你妈也比比。你妈谁高？你他妈至少比你高点。你也不跟好的那个啥比比。哎呀妈，你还有呢！哎呀我去！我在网上买了一堆耳钉，咱们几个在这嘎子试戴呢。又耳朵眼，长死了吗？长死了。我戴这好不好看吗？姐，你也太大了。对，这几个长的还行。那给你了，你拿走吧。我整那么多我也不戴，我也不戴这好看。我从来都不戴，过年戴呗。你俩有耳朵眼吗？打一个。你得大了以后再打。打一个。给你打一个。给你打一个，你打的最漂亮。欧雷的，欧拉拉，那都是小孩说的。看我打了，姑娘，你自己按进去了，你能按进去吗？我真厉害，我按进去。小姐给你摁一个，我不要。疼，按血了，对不对？疼，你看高英就知道疼。